那迄个监视器哦，是我开店以前本来就有诶，但是我一点啊嘛无介意，嘛未想要去看，甚至希望伊赶紧派去，因为啊，人甲人那是互相信任，根本就无需要监视器。我怎样？我以后袂阁还呢？当然诶啊，阿龙阿姐相信你。我知啊，阿舅是希望大家拢二十四点钟无休困的良心甲信任。无唔对，你讲了真好。因为一时贪心，我就是感觉店无人，就算讲摕一包巧克力，嘛未有人发现。也毋过我的行为唔那唔对，搁伫咧无形中破坏人甲人之间的信任。好个这阿良阿姊愿意相信我，予我知影信任甲良心的可贵。微飘风魂，上新的《星际选秀争霸战》票选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呀！欢迎有各种才艺的朋友，把影片上传，开放观众网络票选，选出上好的才艺奖。就好诶，可惜无囡仔做诶，要若无我嘛想要参加。原来妮妮嘛想要做明星。等一下，我拄则过来的时阵，经过立明活动中心，发现一个呢。年会限制八到十二岁，由立明票选冠军。耶、yeah, ！我要参加。婉玲、啊，你唔是自细汉学芭蕾，去参加啦？我吗？对啊，咱做伙参加啦。好，好啊。哦哟，一只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妮妮的歌声，不知道是为团响，观音唱不起来，低音唱不下来，五音不全。就是啊，这也得讲。不行嘞，妮妮安尼要安怎赢比赛？看来也是需要我出马。我有一只小马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美丽，你在看什么？这是婉玲跳舞的影片，伊爱我替伊看卖，敢有倒位需要加强？真实的哦，我嘛要看。婉玲跳甲足好诶，真正是自细汉开始哦。婉玲跳甲遮尼好，我要安怎赢伊？有啊，这是我自细汉到大汉欠的所费，我即马决定用遮个钱。请您做一件代志。啊！我希望明仔日的儿童才艺大赛，大家会用把票投给我。安尼，每一个人就会用得到五十块奖励。真实的哦，只要把票投给你，就有五十块哦。当然是真实的，我才袂骗人。要唔过？阮还未看到你甲其他人的表演呢，要安怎确定你就是上敖的？甲票投予你。哎哟，这尔简单就用赚到五十块，你敢无想要滴？安尼，敢若真正真会好诶，而且阁无任何损失。你若无我加钱，只要投予我一人一百块。一百块。而且等一下就会用个价钱提走，表示我唔是骗人的。好啊，就安尼讲好啊。大家明仔载爱记得一定要投给我哦。美丽，咱明仔载敢真是要投给伊？好，这位四号妮妮，请泼我些水来。多谢四号妮妮的精彩表演，后一位嘛是上尾一位比赛的人，
五号晚礼，请大家拍下鼓励。今仔日全部表演到这为止，请所有比赛人上台，嘛请各位观众尽量投票，选出今年功名利的儿童才艺冠军。请投我一票，请投我一票。爸爸妈妈，多谢你。大家果然拢投予我哩。不要紧，好佳哉，我有准备。美丽英人咧，咧还袂来投票？佳佳，进来投票。啊，你，妮妮，等一下。我要甲执行你。你为什么不爱甲我斗相共？卡数感觉100块伤少，我会用予恁200块啊。我的天空内底还阁有足侪钱。不是偌侪钱的问题啦，卡叔，阮把票投予你，不是对其他的人无公平。对啊，这是在个比赛，本来就应该把票投予咱感觉表现上好的人，敢不是？因为这不是买票比赛啊，买票比赛，我只是想要赢而已。阮知影你想要赢。也不过，假使阮真正把票拢投予你，你嘛赢，敢真是会欢喜？为什么无欢喜？阮投予你，是因为你付阮钱，不是真正感觉你表现上好啊。对啊，幸福感不是用钱会当买。笑死人啊！笑到遐尼歹听。安尼嘛会当得冠军？大家耳啊是安怎？拜托，伊会赢拢是买票买的啦。迄毋是我的本意啦，我只是想要赢，我这样毋对啊。不要紧啦，你报名参加表演比赛，就比阮每一个人拢好，真是足敖的。咁真实的？对啊，你可能即届选到无适合的歌。后一摆好好选歌，一定会赢的。对啊，阮知影你已经真拍拼准备啊，后届阁加油啦！妮妮，啊，妮妮，若毋是你邀请我做伙参加才艺比赛，我嘛袂得到冠军，所以我要甲你做伙分享这个奖杯。咁真实咧？对啊。我嘛要多谢大家甲票投予我。那安尼，我就搁唱一条歌，庆祝你得冠军好啊！我有一只小毛驴，我过来也不急。大家是毋是甲我同款，介意赢的感觉，甚至为着赢不择手段？也毋过用无公平、无公平的方法，就算最后赢着比赛，嘛毋是真正的胜利。真正胜利甲赢有，是留予真正有实力、唔惊挑战、唔是开钱买票的人哦。大自然的歌客人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、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。哇，山顶的风景真水呢。对啊，咱今日要去的这个部落最近真红，顶礼拜隔壁张先生因家才去算过，讲真水，叫咱一定要去看卖嘞。有偌水啊！就是要赶紧到部落的，应该过八点钟就到啊。奇怪，这哪会塌掉啊？不是已经到路口啊？
头前是安怎？哪会塌到安尼啊？各位，要去部落的路已经封起来啊！阮要抗议，为着发展观光，和部落的文化、土地、人文受到迫害。假使大家愿意对大自然表示尊敬，降低对自然甲部落的伤害，请莫开车入山，请用行的方式入去。用行的，受限啊啦！阮厝内有老有细，是要行几点钟嘛？想超过啊啦！什么嘛？卖去就卖去啊！了不起哦，也不是只有你一个部落。爸爸，安尼要安怎？那无开车去，干那过来行点外钟呢？既然来啊，就用行的，当作是运动。这哦是人的土地，爱甲人尊重。好。我拄则讲过啊，山路即马封起来啊，袂用开车上山。若要上山，敢若会用用行？莫名其妙，我今日就是要开车上山。为什么就是有人袂晓尊重别人呢？你好，阮愿意用行入去部落，毋知影敢有方便？只要愿意用行，阮拢欢迎。但是嘛，希望会当保持安静，莫大声讲话，而且甲粪扫拢扎落山，莫留伫部落内面。无问题，除了翕相机，阮无带任何的饮料或者是食物，绝对袂制造任何的粪扫。跟因斗三更啦，归去，我带恁入去部落。耶！卡斯开车入来，根本就无法度近距离体验大自然的美好。无唔对，用行的你来步路是对的。其实，爱大家用行的入来，就是希望大家会好好感受山内的风景甲生态，唔是凊彩行行的，有看敢若无看咧。遐个人无欢喜阮封路，造成无方便，对阮大细声，我会当了解。但是伊唔知影，部落因为开放观光，逐天入来超过100台的车，甲上千名的人客，人甲车，予阮的族人受到粪扫、塞车的痛苦，加上空气甲噪音的污染，阮真正强要挡袂牢啊！阮真想要甲大家分享部落的美好。但是希望会当管制你来部落的人数，予阮的土地会当好好休困，无想要为着观光牺牲宝贵的自然环境生态，甲族人的生活品质。土地、大自然是阮的母亲，毋是摕来消费趁钱的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阮妈。伊真热情，而且真会煮食哦。恁会用来食看卖咧？菜拢是阮家己种的，拢无农药。真好诶，我巴肚枵啊！等食饱，我才带恁去只有族人知影的秘境踅踅咧，真正亲自了解部落的美好。真好诶呢！这逝真正足有价值咧。对啊。真侪人拢讲介意大自然，也毋过却做出伤害土地生态的代志，就亲像阮即届去部落，真侪人客拢无尊重当地文化甲自然。既然去主人引导做人客，就应该爱谦虚甲尊重。真正爱大自然，就爱保护伊、尊重伊，袂用个因为一时的贪心来伤害伊。
天生我材必有用。等来啊，今仔日是毋是发生这段、啊？我去了了啊！这种成绩够袂羞憨啊！还佫有老师意见，优点，热情活泼，愿意做人，唔惊气氛，缺点，上课时爱讲话，影响学习成绩。甲你讲过几落摆啊，上课爱专心，唔通遮尔爱讲话。你看，你的成绩遮尔歹，将来要安怎？今仔日来甲咱分享的是老师的朋友王阿叔，伊是一位非常特别的讲师，常常被邀请去大企业甲学校演讲，大家拍鼓啊欢迎！拄只老师讲，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讲师，大家敢知影我倒位特别呢？我是家己讲好啊。我其实是一个大字患者，以前连我家己的名拢讲袂清楚咧。王阿姊有大字，遐毋过一点仔拢感觉袂全呢。细汉的时阵，因为我大字，我一个朋友拢无啦，无人愿意甲我耍，甲我讲话。上害的是，因阁介意学我讲话，当面甲我笑。王阿姊。卡叔，你有大志，为什么阁想要做讲师？因为我细汉时阵，常常看电视，出名的人在讲话，所以希望我家己大汉了，嘛会当像伊共款。厝内的人拢感觉我咧做面盲，爱我去工厂学技术赚钱，但是我无希望因为天生的缺点阻挡我的梦想。王阿姐最后是安怎成功的？卡叔阿姐，你袂用个正常讲话，安尼要安怎演讲？先天不良，就靠日后的打拼。为着克服大字的问题，我逐天真打拼，练习发音，搁参加矫正班。一开始，我只敢对路边的狗啊、猫啊讲话。等到有明显的进步，我才敢提出勇气。找人开讲讲话，慢慢啊建立自信，就开始感觉家己甲大家并无虾米无共款。哦，今仔日来主要是想要甲大家分享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大志本来是我的缺点，但是我无因此被打败，颠倒比别人搁较打拼，搁较认真。最后，我会用大声讲，得缺点变成进步的原动力，就变成优点。多谢大家今日听我讲话，将来若有机会，希望阁会当来遮，甲大家分享阁较侪生活经验。耶！今仔日真正真多谢你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把缺点变成优点。讲我的缺点就是想爱讲话，安尼要安怎改变成优点呢？希望听了王阿叔拄只的分享，大家会当有收获。对啊，差一点仔袂记哩，这学期要举办学校演讲比赛，每班推派一个同学参加，敢有人自愿？老师。我叫你爱讲话，上适合参加演讲比赛啊！哦，小乖，演讲不是单纯讲话就好啊，阁爱注意起承转合，演者有力哦。起承转合，演者有力。我会去图书馆找资料，也会去问老师。好。假使你是真心想要参加比赛，老师一定会甲你斗相共。
也毋过爱先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以后上课爱专心，袂用个讲话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安尼，咱就推选小乖代表本班参加演讲比赛哦。大家下课。你要参加演讲比赛？小乖，你想要把爱讲话变作一种优点是？笑死人啊！对啊，而且毋是爱讲话，演讲比赛就会赢，根本就是两回事。不要紧，我会证明予恁大家看。好啊，各位同学，咱开始上课。我甲你讲哦，无用的，老师讲上课讲话，就袂用参加演讲比赛啊。哦，我一定要恁来。你就要安尼做较对，知无？我知啊。看来小乖真正讲会到做会到呢。校长、老师、各位评审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乖。我今仔日要演讲的题目是……好，各位同学，今仔咱来欢迎一号参赛者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一号参赛者。我今仔日要演讲的题目。对啊，讲了袂歹哦。今仔公布本学期演讲比赛前三名得奖的同学，第三名小乖。老师，我成功啊！足好个呢。你爱继续充实家己，变作一个搁较有内涵的人，讲出来的话自然就无同款，搁较言者有理啊。我知啊，老师，我一定会继续拍拼的。老师，后一届比赛我敢搁会用参加？我想要得第一名。当然会用的啊，老师嘛真期待哦。每一个人拢是独立的个体，有缺点嘛有优点，把缺点变成优点，学习欣赏家己，肯定家己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好阿姐甲歹阿姐，足水耶！人阁真济哦。小文，甲妈妈的手抓好安，知无？妈妈，我来去看梅花咯。小文，加较慢呢。小文。想要看梅花鹿，我看了伫只等爸爸妈妈好啊。
妹妹，你哪一个人在家？恁爸爸妈妈呢？我唔知呀，我爸爸妈妈无去啊。原来因无去啊。我知影恁爸爸妈妈在倒位啦，敢真实嘞？当然是真实的啊！阿叔，安尼，阮爸爸妈妈在倒位？哦，其实恁爸爸妈妈在那边甲阿姨要盘联，爱我过来带你去甲因会合。来，这条盘联送你。哇，足水的呢！赶紧来去啦！无恁爸爸妈妈会着急啦，紧的，咱来去啦。小本，小本，啊！妈妈！小本，拄只迄个人是啥？伊，拄只迄位阿姐讲要带我去找你。小本，哪会当袂记妈妈讲过的话？卡苏爸爸妈妈无伫个身躯边，千万莫对七分人惊。卡苏无说你惊啥，就留伫个原地等候。爸爸妈妈一定会来找你的。给我看卖，这是啥？妈妈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千万袂用个摕七分人个物件。你哪会摕七分人给你个破链？是毋是这条破链真水？你足喜欢个，就感觉迄位阿叔是好人。我知影。好佳哉，阮赶到位，若无迄个人，就甲小文拐走啊。是啊，真正是好佳哉。若阁看到迄个人哦，一定要马上报警，以免其他的人受害。行，跟我回去啦。无爱，我唔把你去甲我放开。就是伊。你从啥？刚放开咯！阿姐，我注意你真久啊，即马伊现形款，把你抓起来，行！原来拄只迄位看起来真歹的阿叔是警察咯，另外迄位看起来足亲切的阿叔，竟然是妖怪囡仔大歹人。足好诶，歹人抓到啊！多谢警察先生，安尼就安心啦。爸爸妈妈，咱来去看台湾乌熊好无？小文敢袂惊？袂惊。好，咱来去，即个咱三个人。手爱牵好安，袂用个放哦。好。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面歹心好，嘛有人面好心歹，真歹分辨是好人还是歹人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第一亲人无伫个身躯边的时阵，千万唔通接受亲分人的礼物甲邀请，嘛卖坐亲分人的车，也是跟人走，随时爱提高警觉，保护好家己。较紧嘞，我着买袂着阿妈喜欢的限量手工鸡卵糕啊！今仔日是阿妈的生日，不管安怎，一定爱买着，一定爱买着。
安尼袂富要加两个呢。也毋过，迄位老阿嬷甲阿嬷的年岁敢若差不多呢。哦。好啦，也毋过爱较紧的哦。真正真多谢恁啦，弟弟妹妹。好啊，咱紧行啦。啊！哦。哦。丁丁，咱得要卖符啊啦！进来斗相共。毋是讲，干那替老阿嬷撒一个回收车，为什么变作替老阿嬷撒车转去啊？我嘛唔知影，只是感觉老阿嬷足辛苦的，非得撒手嘛哈。温大哥啊，这两粒干嘛就送乎恁啦？多谢恁两位，你回家你笑，真乖巧，甲捌代志。多谢啦，阿妈。哎呀，鸡两个。啊！阿妈再见。加最后一分嘛，袂掉啊！恁今仔日下课较晚哦。就是你啦，硬要替老阿嬷塞车转去，即马害阿嬷无加两个食。啊？哥哥、妹妹、妹妹啊，到底是安怎？也毋是因为伊拄则替老阿嬷塞车转去，才会袂富要加两个。原来你兄妹两个人是共同做一件好代志才换来。不要紧，店内拄好还阁有最后一份恩赐给两个，本来是阿姨家己要早顿去吃的。啊！这就给恁两个早顿去啦。真好诶，多谢阿姨。水母啊，你竟然把我亲手做的鸡卵糕送给别人，那是要甲你过生日的呢。而且竟然阁讲迄是 NG 鸡卵糕，哎呦，鸡卵糕你阁做着好啊！因兄妹两个特别来买阿嬷佮意食鸡卵糕，当然袂用予因失望啊。我故意讲是 NG 鸡卵糕，嘛是想要予因一个惊喜啊。好啦，安尼我阁做一个予你。多谢丁丁甲丁丁替阿嬷买鸡卵糕过生日。也毋过阿嬷，阮因为替一位老阿嬷刹车，所以袂赴买你上爱食的手工鸡卵糕。对啊，店内阿姨讲，敢若剩 NG 鸡卵糕。哇！这 NG 鸡卵糕伤澎湃啊啦！完全看袂出倒位 NG 啊！我知影，这叫做好心有好报。NG 鸡卵糕变作澎湃鸡卵糕，也毋过毋管是啥物鸡卵糕，阿嬷知影恁遮尔善良，这是予阿嬷烧火生日礼物，阿嬷真欢喜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有时阵，咱会因为赶时间，或者是其他的理由，无注意到身边需要帮助的人。其实，只要将心比心，撒手做好代志，是真自然的。我相信人性本善，好心有好报。恁呢？旅游文化馆。
大家排好队，即马准备入场啊！小朋友，大家敢搁会记哩？入去了后爱注意什么代志？第一，卖大声讲话，卖走，卖杀，卖蒙电浪片。听到咱是爱专心，卖讲话。真好，大家今仔日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充实快乐的客家文化之旅。来来来，多人解说就要开始啊！大家对这边入场，紧紧紧，赶紧过来哦！现在咱去多人柜台报道，多人柜台应该伫……老师是毋是遐？嗯？大家好，今日的多人要甲大家介绍客家文化中非常特别的建筑文化。各位有看到这边的厝顶无？敢唔感觉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？对啊，我就讲嘛，一定是安尼无唔对啦，无怪哦，跟我约的同款啦。我要听多兰，我要听恁讲啦。妈妈，我足无聊的。卖吵，你带恁弟弟去一边耍。耶，了袂着，了袂着。安尼走来走去，足危险的。请各位对我来好无？各位看到的这个所在，就是咱的灯市区，请大家进入来，别站在门口。在灯市区，咱会用看到真多客家风俗的工艺品，非常的特别。请大家用目睭欣赏，用心体会。请大家别翕相，也别忘这些灯饰品。你看，这个刻花图啊，足水的呢。对啊，古是古味呢。来，老的啊，笑一个啊。明明就袂用坐，嘛袂用翕相啊。歹势，请你莫翕相。歹势哦，这个电视片是袂用蒙的。歹势哦，内面是袂用坐的哦。小朋友，你无代志吼？跌倒啊，敢唔安怎啊？我受伤吼，还较细腻嘞。今仔日文化馆的参观，大家有学到啥物？老师，倒咱人员在解说时阵，我想要专心听，还不过其他的人客拢在抬杠，吵到我啥物拢无听到，有够讨厌的。安尼嘛真无尊重倒咱人员。对啊，还佫有弟弟妹妹四处乱走乱叫。我一直分心注意因，惊因会跌倒受伤，或者是弄着人。结果因真是弄着花杆。到电视区的时阵，我想要详细看迄挂工艺品，也毋过足侪人乌白蒙，搁开闪光灯翕相。明明遐拢有打袂用的蒙，袂用的翕相的标识啊，都袂用的蒙，嘛袂用的翕相啊。还佫有佫较闲的，我看到一个老阿嬷坐伫咧电视的花轿内底翕相，还毋过顶面明明就已经有打袂当坐的标识，而且佫较闲的。最后，阮要离开的时阵，佫在门口看到真侪人搭伫个草皮，明明边仔有牌仔写，袂用的搭。拢是即挂无礼貌、无公德心的人客，害阮踅半步，有看敢若无看的。对客家文化，也是一知半解，有够衰。真好，看来大家今仔日拢学了真多。虽然今仔日的参观品质无啥好，大家无法度好好体会客家文化，也毋过，煞学着参观的时阵，应该有礼貌。我
不过也不是我无礼貌。老师知影，就当作今仔日这个人客是真好的教材。看到因安尼，提起大家有一个参观环境，需要大家共同维护。学习做一个有文化、有公德心、有礼貌、守规矩的人客是真重要的哦。老师，咱敢问下后盖才过来？希望卖拄着无守规矩、无礼貌的人客。无问题，后摆老师阁另外安排较无人的时间，阮阁来遮参观一届，好好听解说，好好体验。耶！ Yeah! 大家好，瑞阳丰富的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展览馆、文化馆等等，拢是兼顾知识佮休闲好所在。也毋过，并毋是所有参观的人客拢知影遵守馆内规定。无公德心、无礼貌的行为，毋但妨碍其他参观者，嘛表现家己真无文化水准。